有了，哦，对啦，哦，别怪打扮我擦了脑啊。这个就是它的那个咖喱料来的。吃的，吃的天王。吃的天王，我们在。牛角刀。鸡蛋刀。鸡蛋刀。菜刀。菜刀。牛角刀。牛角刀。谢谢谢谢。放点油，不要给它粘。OK， 好好好。放一点四大根王。啊！咖喱带。哦，咖喱带咪。哎，我们做到。哇哦！这料是自己做的了哦。自己做的了。哇，够够啦！哦，这是我的鲨鱼。啊。啊。卡爽糊啊！大壶姜茶咖喱疙瘩，这是茶蛋粉，叫咩蛋粉？姜茶蛋粉。姜茶蛋粉，哦，在咸呐，在还是咸？我讲他卖海水。哦，别在海水啦。哦，别怪大妹我擦了脑啊。嗯，有火候啊，已经有了，没有放水了耶，老板娘没有放水了 ，QQ， 然后香，嗯，柔软。这一口很劲啊，蘸了料的味道很特别哦。这鱼肉很鲜香，再加上老板的特制烧鱼酱料，这烧鱼的确好好吃。烧苏冬，这苏冬很嫩，味道真的不错。咸炒咖喱干鲨鱼肉，大家都知道鲨鱼肉的味道和口感不好，经过这样的烹饪处理后，鱼肉的确有另外一种风味。鱼肉配上这带点甜和微辣的咖喱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新鲜的食材加特制的酱料，这些菜肴都好吃，有空不妨来试试。视频就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